了门，关了窗，熄了灯。说话。说啥呀？你还想说啥呢？没啥说的。那这就这样子啊，就反正我就不去了，就阿姨说了我就不去了。嗯，可以啊，反正我也不准备回广州。你干嘛不回来啊？你公司不要了？你管我，我想要就想要，不想要就不要了呗。那你公司可以不要，我也不要了。你天惹我生气，要你干什么？那你到底啥时候回来啊？我也不知道，一个月吧。一个月。嗯。嗯。那过几天就我生日了。哦，那你要提前回来怎么样？我也给你寄个香水。我不要香水，多凉啊！男人喷什么香水？我不要。我不要这些东西，你自己留着用就好了。我听人家说现在那个洗头都可以就不用洗发水更好了，你看又省钱又对头发好，他说能长就是头发能茂盛一点，就是白转黑，会白转黑。你想白转黑，我明天打电话让我公司给你寄一年的洗发水算生日礼物了，你看行不？保证白转黑一点的。嗯，你好好用，我公司给你寄，你好好用，用一年比你不用洗发水肯定强。不行，我这个没有惊喜，我不要。有人说大宝就要米。那行吧，那给你发个红包吧，我也不用回去。那你还是回来吧。我不回来。啊？你不回来，你公司不要啊？不要我也得要公司啊，对不对？我不回来，我一个月不回去，我公司还是该怎么地怎么地，对不对？你一个月不来，我妈妈公司也公司也该怎么地怎么地嘛。嗯。那就好啊，那你干嘛还让？就是。就你干嘛还要让我去你哎，阿姨说的是让我去他的公司来，倒是还是去你的公司啊？都可以，你随便选，想去哪个公司都可以。我不去，所以说你公司都会自行运转的，干嘛让我去啊？不用让我去，我自己先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就再说。那我广州的公司也可以自行运转。那我回去不一样吗？我干嘛还要回去啊？你不强词夺理。我哪里强词夺理？家人们，我说的没有道理吗？我妈妈的公司有没有她一样运转，所以她就不用去了。那我公司有没有我也一样运转？那我还回去干什么嘞？那你让我去干嘛？道理吗？对，你让我去干嘛？我都不去。那你我更不需要去了，我都不懂。那反正我公司有没有我也一样的，我回去干什么？我回去也没什么意思啊，浪费。反正我今天跟你说了，我不去了。反正我跟你说了，我也不回去了。别笑，我认真的，我说我不去。我也是认真的。
你还想说什么？没啥，没啥说的。你笑什么笑？我不回去，你这么开心吗？没电了，咋回事啊？奇怪，我没充上电。还是回来一趟吧。我公司真的有没有我都一样的，我回不回去都一样。怎么会一样？不是还得过生日吗？我生日不是7月份吗？家人们，你们说他要不要回来啊？要回来给我过生日啊？对不对？要不要啊？要的打。别笑。你今天送的香水可好闻了，其实我都闻过了。是吗？特别好闻。我买了这个，这个是啥我都没看懂。我买了一个小片装的这个爽肤水什么的。这是爽肤水吧？都不知道。买那个小片装的干什么？就平常你不是说脸太干了吗？我就买一点这个。那用大瓶的就可以了，干嘛要买那小片呢？有时候要出门可以用，买小片的。我给你买吧。我买了，我又买了，不用给我买，我自己买了。家人们说为什么糖糖会选择大宝，喜欢大宝这样的家人们，你们知道吗？就是大宝当然他有时候挺气人的，对不对？但是你们不觉得他很真实吗？就是总比有一些人心里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嘴巴上面给你说的特别好的那种好吧。我觉得大宝他不会骗人，他还是挺诚实挺真实的。虽然他跟我的生活或者跟我的原生家庭可能很不一样，或者我们两个在事业上面的一些想法可能就是不在有时候不是说完全同频呢，因为我感觉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人。就是我们跟一个人在一起，然后至少说就是大宝是一个我觉得我闭上眼睛他拉着我的手我会很信任他跟他走的一个人。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你跟他相处3年5年甚至10年你都没有办法完全信任他，但是大宝不一样。大宝这个人他很真实，然后他很实在，就跟他在一起我觉得说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所以我可能我想要的那个人是这样子的。有的人对很放心，对大宝是一个还是蛮让人放心的人，然后他不开心他也都写在脸上，没有那么深的一个城府，没有那么多的心机。那大宝你是最好的，棒棒的。那什么？那你刚才那样说话惹我生气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自己有一点点不对啊？有一点吧。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啊？我知道你这种人，你肯定的，你就马上你就意识到了，你会很快就给我道歉呢，就发现自己不对了，是吧？那等回来再道歉呗。太晚了，还是现在道一下咯。现在这么多人，这才说明你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呢、啊。你给我道个歉，我也给你道个歉。现在太多人了。很小点声，别人听不见。不行、啊，这现在太多人，有点难为情。你大宝是不是很可爱？好爱面子。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心里收到了。嗯，心里收到了。嗯，卡了，没卡吗，家人们？谁狗叫，我们叫过了，已经叫过了。嗯，我不逼你去，好不好？不要不开心了。嗯，怎么感觉今天画风不大对呀、啊？干啥呀你？你画风不大对。我知道了，家人们，这个大宝他是做好了跟我干架的准备，结果我一夸他，他看不动了，哈哈哈，是不是？你跟我摸着良心说是不是？我就是你想让我跟你吵架呢，结果我不跟你吵是吧？我还夸你，算是吧，算是。我就不跟你吵，我就不跟你吵。憋死你！着急吧？吵！我们吵不起来，就还好吧，吵不起来。他想气我，然后让我给他发脾气，我就不发，我还夸他。我没有想气你，好吧，我就是觉得我们可能应该会不是吵架，也会有点就是争执，或者说怎么样，怎么不对的，怎么跟我预想的不对。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一个人一只狗，一杯酒。